你提供这个照片，啊，人家就是因为这样子，然后去压车。如果你说是我们拍照导致他们压车，你我相信这边你们一定都有监视器，你们这里也在你们辖区范围。你可以叫你们监视器看看，没有我们射手在的时候，他们是一样也会压弯。莫名其妙要被你盘查，莫名其妙哎。对啊，我就是莫名其妙，我就在这边啊。哎，拦停人，拦停哦，首先拦停，我没有被你拦停，对，所以这一条就不成立了。我可以对着你的那个闭路器讲，完全没有问题。对对对对对，然后呢？我被拦停吗？我被拦停。对，所以第一点就不成立了，所以说我不需要拿我的证明给你，好吗 ？OK。公共场所或合法经营场所，合理怀疑其有犯罪之嫌疑，合理怀疑。继续往下看。来，我问你，我先问你。来，继续往下看，合理怀疑。我问的，这是第一点嘛？继续往下看。我先问你啊，这是第一点，你有怀疑我在犯法吗？继续往下看嘛。那你是不是说没有了嘛？那第一点都不成立了。没有，我没有说没有，继续往下看，会好。第一点，合理怀疑其有犯罪之嫌疑或有犯罪之余者，合理怀疑。那第一点就不怀疑。来来，第二点之后有事实足以证明我在犯罪，不成立。有事实足认为防止其本人或他人生命危险，我有吗？你在做什么？那快啊！滞留于有事实足够认为阴谋预备。有阴谋预备吗？对嘛？滞留一处，留许可之处，有吗？对嘛？已经禁止进公共场所，路段及管制站者有吗？对啊，所以以上都不成立，那我还有什么问题？有什么问题？来第一条，来，来。依法前条规定，被查证人民身份，得采取下列必要措施嘛？第一点，拦停人、车、船等其他交通工具，我被拦停吗？那就没有啦。哎、欸，来，他刚刚说他怀疑我，那我刚刚是不是跟他说，你有犯罪之余，你的犯罪之余，犯罪之余是什么？余的话，我是说你用这个照片，你提供这个照片，啊，人家就是因为这样子，然后去压车，啊？压车，等等，前后不呼应哦，前后不呼应哦。这个、我们是，你刚刚是跟我说，我们会拿你的照片去举报他，那他会对你做什么样子的行为？那不关我们的事，所以这个行为其实已经触犯到了一个叫什么？个资法？不是个资法哦，这叫什么？恐吓，这是恐吓罪哦。如果我要检举你，我可以检举哦，完全可以哦，而且密录器在录嘛，对不对？对，这是一种恐吓行为了，拿到了，这是哦。哎，讲句难听的，就是我们拍他们照片啊，这不是我们。对啊，我拍他照，我其实都没有在上传的。我讲句难听的，如果你说是我们拍照导致他们压车，你我相信这边你们一定都有监视器，你们这里也在你们辖区范围。你可以叫你们监视器看看，没有我们射手在的时候，他们是不是一样也会压弯？这个就是最好的证据了。没有，我跟你讲，射手就不是这个重点。压车是个人行为，关我屁事哦。他现在就是说我们射手在，所以导致他们压车啊。这就是歪理。啊，所以我才叫他说，那不然这里是你们辖区嘛，你们去看监视器，看我们射手在不在的时候，他们会不会照样压。现在的行为就是在扰民，知道吗？现在就是这样子看啊 ，OK 啦。还有什么事情吗？没有，不会啊，没有，我问你还有什么事情，因为你刚刚要跟我说要看我证件嘛，对不对？那你去提一下啊。对啊，那就 OK 啦，对啊。OK， 没问题，辛苦你了。喜欢这个优质的创作者，就赶快去 follow 他哦！你有发现其他更具爆红潜力的影片吗？赶快投稿给达人秀吧！点击下方观看更多有趣内容。